来开箱吧。刚刚收到的黄总送给我的芒果，这是他们屏东县嘉东农会的爱文芒果，感谢感谢黄总。好，来开箱吧。啊，大家知道我这个指甲这边为什么黑黑的吗？就是我在喂狗的时候，那个狗啊迫不及待呢，就跳上来，跳上来呢，就把我的手给指甲呢给弄伤了，要用刀子，这粘得很紧。虽然这么紧呢，但是呢，别小看我的。哦，这个，在不用刀的情况之下呢，能不能把它打开了？哈哈，当当当，看到没有？哇，爱文芒果哎，看红红的啦。哇，好香哦！屏东嘉东的爱文芒果一定很好吃，我从来没有吃过屏东嘉东的爱文芒果，但是呢，现在终于可以吃到了，是黄仲送给我的。好，上次也有黄仲送给我整箱的葡萄。哦，老实说了，他总共送了三大箱。哦，老实说，当时因为我吃不完，是有送一些给邻居吃。哦，但这一次芒果只有一箱而已，所以我决定不送人，不分给人家吃啊！哦，好康的东西自己吃。哦，上次葡萄，因为他一次就送三大箱嘛，真的是吃不完哦。但希望他不要知道说我有分送一些给别人，分送一些而已啦。哦，毕竟那个是什么很有名的，台湾很有名的什么。苗栗的名产呢，葡萄名产，市价很贵的哦。那位黄仲送了三大箱，哦，吃了很久才吃完，因为我只有一个人在吃而已嘛。哦啊，这一盒哇，这少说也有，我看一二三四。然后四排五十二，至少二十颗有了哦，这个大概也要吃个一个月吧。谢谢啦。哦，那今天的确诊人数也是个位数，好像是70几个吧。死亡人数 ，COVID-19 死亡人数已经降到6人了，哦，应该会越来越少。哦，那
阿达玛孔古利黑心肝可恶说谎科，哦，他的北龙呢摆烂了哈，他想要把这个病毒传播到全台湾，然后你看像这个水果啊，哦，中南部的水果蔬菜都会送到台北嘛，那等到他们回来的时候，是不是会把病毒带回来？哦，但是抱歉啊，哈，阿达玛孔古利黑心肝科，你可能要失望了哦，因为吕布大神呢，他不会让中南部瘟疫蔓延的哈，哦，这个神秘的力量呢，在操控着人类的社会，哦，摆在大家眼前，大家不得不承认。好，哦，你看，南瀛中共，哦，还有像阿达玛孔古利黑心肝科这种没有良心的政治人物，处心积虑要把病毒往中南部送。哦，你看端午节赶多少人回来南部，但是我们南部在端午节过后怎样？到现在还是零确诊啊！我们台南市、高雄市、屏东大部分都是零确诊啊，我们一直都是零确诊啊，怎样？哦，这个有神秘的力量在保护嘛，所以别想太多了啦，阿达玛孔古利黑心肝科，你现在把台北搞烂，把北龙搞烂，害的都是什么？南瀛大票仓啊！你看双北的选民都大部分都是南瀛的啊，你看像那个爱国同心会会长已经死了，哎，会员也死了好几个，哎，哦，爱国同心会会长死了啊，再来呢，统促党的这个党主席会不会也翘掉呢？哦，说不定哦，哦，再说不定再来就换白朗了哦，你再这样害下去，哦。害到的都是中共的同路人跟那个南瀛的票仓啊，所以别傻了啦，哦，还是怎样啊？要不要我送芒果给你吃啊？啊，那个阿达玛孔古利黑心肝科啊，阿达玛，你不要做这种亏心事啊！你小心你的睾丸，人讲酸啊，台湾话，人讲生酸啊。如果你被人家说你生酸啊，你，哦，就代表说你的睾丸呢散气了，哦，阿达玛孔古利黑心肝生酸啊科，哈，哦，阿达玛孔古利黑心肝那个马阿酸啊，哦，做人啊要实在啊，要有良心啊，哦，你看之前呢那个新北市长侯友宜。做的不好，哦，我都称他为矮猴，现在不会再这样称呼他，因为他现在做的还不错，哎，他那个市场他都有筛啊，他有筛啊，他不像那个阿达玛孔古利黑心肝说谎生酸啊科，哦，他没有筛，然后还欺负一个弱女子高嘉瑜，这实在让人看不下去，而且他还说公然说谎，他根本没有跟基隆市市长这个开会，然后竟然在媒体之前说谎，还被基隆市市长当着媒体这个反呛呛虾揭发谎言，哦，这多没面子啊！他再这样搞下去，他会生酸啊！哦，但是他这个酸啊，他的是不能吃的啊，人家这个。屏东嘉东的这个酸呀，你看多漂亮啊！哦哦，好了，祝大家身体健康，我要来享受酸呀了啊！好，谢谢大家。